是凡人，我在修行。十月一号，歌手盖助阵著名网络作家望宇创作的新书《凡人修仙之仙界篇》连载及全版权运营启动发布活动，并献唱主题曲。凡人修仙传书中拥有精彩的故事情节，宣扬的凡人精神也是吸引包括盖等一大部分人成为书迷的重要因素。随着 IP 市场愈发火热，凡人修仙传著作以及相关原创 IP 衍生周边，如电影、剧集、游戏等等，都将陆续被开发呈现，为中国文学 IP 产业化发展助力。又全一乐北京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